开放，就让我来约，怕你不敢来看，就让林北来约，那房间门的吧，就让你走马来约。平常下班回去呢，老婆一直饭也不煮，还给我限制这限制那，不让我呢跟妹妹聊天。今天呢，终于不在家，当然要好好来桑一下啦。金色的沙滩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当当当当当当，就是无伤。脚刚好受伤，碰巧人来疯医院就在眼前。O N G O N G， 哇，院长很厉害哦。你看兵哥叫传播，我传播，哎呀，这两个，一个都护士小姐，一看就无正经，有啦，都正经的是你无正经，我无正经，你爱怎的？兄弟，啊你兄弟倒位，是不是？我兄弟卡，因为我得蓝脚病，我自细汉卡就是蓝色的，人叫我蓝脚哥哥。哎，再不要担心。刚好问的人来疯医院专治蓝脚病，蓝脚病有药医啦哈。哎，五有阿姨，我先叫他们两个上去好好的检查，来医我的蓝脚，赶快。哎，蓝脚蓝哎，下面一点，下面一点，不在这里，啊，在下面一点，在下面一点，在下面一点，啊，在下面一点，在下面一点，来，等一下，不能在肚脐以下，肚脐以下。叔叔帮你服务。来拜拜拜拜拜，你妈呢？他拜托嘞，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你对我那波大波水，哎呀，我是威廉省沈玉林啊！你别有听过，但是我记袂起来。大家我讲你是艺人界黄轩，我哪唔知？对。就是 RMB， 害大家以为哦，我们医生的 RMB 也很烂很渣。哎，你卡拜托的，你讲我是什么异能界黄轩啊？我笑卡来口灵气，我跟你讲，俺干嘛呢？你才是医界的沈玉林，来告诉你啊，把我的衣服打开啊，你们看看什么？衣服是怎么样子的？他太久没有替我脱衣服了，所以脱很慢，脱了很久还没脱完。你这也疑心这咖呢？哇，好嘻哈哦！好嘻哈，哎，自作。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亲从小栽培你考第一名，让你念医学院，没想到假劳你搞变哪呢？哎呀，太对了！我考试没有考第一名啊，每次都没有考第一名，我不假劳，我够年轻的啊，跟你一样很年轻啊。OK OK， 不相信，等一下，来，音乐下去。哎呦，是哦。根本没实力，发片还吃了当根性，是学会行销宣传，学会卖也是白金，现场演出靠对嘴，还能塞一堆武器。为了安妮，整天只会咿咿啊啊咿，他为了打个亮相，还要牺牲自我，让人抓龙又吃又空降的小丑，这人摆不像个被嘲弄的木偶，你没有感觉吗？还是你说不出口？这个游戏就留给你自己去玩，这个人就打钱，他就好比人鸡蛋，我不爽，原来有你沈玉林，来告诉我，为什么你拿着麦克风站着这个舞台，一直滚滚圆圈也要出三遍，你要被我骗，害怕没有时间？一般就是我的刀，摇身就是我的剑。我顶着安德森的一股力量到处撒野，既然巴拉的数量无法是个儿子，麦克风就是我的水果刀，我想出巴拉种子，如果你也是一巴的一份子，让我看你举起右手比如中指，就让我来 rap， 看看你的长发，就让我来 rap， 你把地砖当白纸，就让我来 rap， 哈哈，你有天你最大，就让我来 rap， 快来黄泉门的吧，就让我来 rap， 带你来
来吧，就让我来约，怕你不敢来看，就让你别来约，放点门的吧，就让你走马来约。哇哇哇哇哇哇！哎呦，天哪！冰塔，这个表演太棒了。对，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以后不要穿那么露，就穿这样跳舞，太性感了。谢谢两位老师，上面写好心情是最佳的良药，有好心情就会有好事情，对啊，常聚会就会有好机会，是的，其实真的在医院里面呢，大家心情好，病情就会好，对，那当然医生看到我那会更好，是哇，如果跟沈玉玲一起来看会更加好，那当然，因为有的病人进来郁郁寡欢，黄医师看到他就让我来瑞，这个你在唱吧，就让我来瑞。就是这样嘛，他很好 Q 哎，他好 Q。你看哦，他是医生的医学的专业，对。但是如果人来是医他的身体的病，连心理部分也帮他治疗。治疗了。其实很多的病友，然后看到黄泉医师上节目，心里面肯定非常感动。对啊，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标杆。感恩，非常他等于现代活菩萨。对对对，今天这个表演练多久？这个歌还你挑的？对，没有啊，其实练得很好。其实我随便，因为要让大家高兴嘛。其实，在医院里面，其实我出来是先卸压力的，在医院看得出来，压力超大的，你压力超大，你是高压的一个状态。他把我们中医大热门当做宣泄压力，然后他也号称医界的周润发，有没有？还给我自己找照片，一张正照片，真的假的？有，年轻学生的时候，大家都真的还有点像，真的发财发财，真的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小朋友看的心情怎么样？来，你们先讲思远，跟思远，医生真的不好当哎，真的，什么都要会，还要会 rap， 生意不好，所以来上节目的，生意很好。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有默契，就是他们两个讲话真的很像双胞胎在讲话，就是因为双胞胎讲话通常会没有那个你们其他人没有插进去的空档啊，对，他们感觉就有这种感觉，对，他们的节奏感对。就是他们就是很绵密，他们辣拍也一起。而且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刚刚只有彩排的时候呢，短暂的交汇了五分钟啊，接下来就是大家见。那看得出来是五分钟彩排出来吗？哦，很明显吗？明显，太明显。他的重点哦，重点已经不在 rap 本身，哎，在他们两个的契合度，太开心了。来，左左右右，他们很有默契，就是辣拍一起辣，然后。辣拍一起辣。你讲正确一点，是黄医师先辣的，他辣的我就会辣。没有没有没有，你先辣的，你前面唱歌就辣了，你先辣的啦，拍子有点慢了，那是我故意要唱在反拍上面。有水准，谢谢谢谢大家，对对对对，我也是故意配上去的。黄医师，人家说我没有讲你跟那个周润发很像，跟你跟沈玉琳很像。你的感觉对呀，不会对你造成难过，不会啊，造成困扰。那个只是跟那个 star， 那个 star， star。你们两位特别注意，有没有超过18票要惩罚？对，哦，来，我们这边来，我们都这么老了，他们表演有默契，还是觉得濒临失和呢？3、2、1，举牌。嗨哟，真的，大家都有在要有默契。只有你举失和啊？为什么？我很想看他们被电一下。哎，纯粹就是老人，尊重老人好不好？对，敬老尊贤。两位加起来110岁，爸爸妈妈有教呢。有。哦，表演太精彩。我讲先哥，我一直反对哦那个综艺节目真电。是是。为什么呢？我们这种专业戏精，对不对？假电我们会演，假电比真电还像。你看哦，电。哎呦喂！黄医师，你要不要再演电一下？太像！过关！不要电他们，我第一次被电，假电就
长，贾店长，我现在担心哦，担心我现在如果是病患哦，然后呢突然间坐在那边看见你会笑场，我一定会笑场，你一定会笑的。我最近肝脏好痛啊，不要给你就好了。下一次人家不会讲你医院的名字了，都说哎挂黄医师号，全人来疯医院。我就比爱痛苦万叹，目屎一滴流，流袂停，对心肝吐袂火，咱吐袂出来，看我了紧，我袂让你翘起。哦，厉害厉害厉害！哎呦，精彩。